哎呀妈，这么些蛤蟆！他爹，我挖着蛤蟆了，你上这儿来挖。你快在那挖吧，我这也有一惊一乍的。一天天的挖蛤蟆也拽着我，就留老王过来挖呗。哎呀，你可别嘟囔了，快挖吧。哼，这几个大木帽子我留着自己吃。他爹，你看我挖了这么些，真卖力呀，这不够了吗？回家吧。行，那我把这些都给王哥了啊。哎，他爹，你看我挖这大蛤蟆多好。对了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我去把蛤蟆给你炖上去。前两天刚吃的炖蛤蟆，俺都吃够了，我要自己烤点吃。那也行，你自己烤吧，我进屋换件衣服去。哎妈，你这败家老娘们搁哪弄那么些手机啊？哎呀，这是我给咱家粉丝的福利，这可是今年畅销的华为 P50。华为最近新品上市 P50 大降价，官方联系到我说有一批华为 P50 可以给咱支持国货的粉丝发福利，就是为了打开市场的销路，9.9块就有机会抢到。手机性能强，拍照嘎嘎清晰，点击左下方链接就可以抢了。咱粉丝那么多，不会抢不到吧？放心，我这次特意申请了1888台，链接在就可以抢。这也太合适了，一会儿我也去抢先试试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哎呀妈呀，烤好了咋不叫我一声呢？哎呀，尝尝。嗯，他爹，你这手艺行啊，这比炖着吃还香呢。那是，盐吃这块，俺们服了谁？哎，对了，他爹，差点忘了，这些蛤蟆你给王哥送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啊，挖蛤蟆让我去吧，送蛤蟆还让我去，你就去呗。哎呀，你可别赖气了，那你不去拉倒，我去送去。我才不去呢！哎呦我的妈！